公元前314年，燕国内乱，齐宣王乘机伐燕，齐军攻入燕都，杀燕王哙。30年后，立志复国的燕昭王用魏人乐毅为亚卿，委以倾国之兵，并联合韩、赵、魏、秦等五国联军大举攻齐，连破齐国70余城。燕师攻入齐都临淄，齐闵王弃城而逃，齐国面临灭顶之灾。兵荒马乱的临淄，田丹来接老师太史角出逃，太史角执意与临淄共存亡，田丹无奈，只得与太史角之女依依惜别。
原来的客人，歇一刻，喝口酒吧。请。此酒当为家人而设，鄙人不便汤吐。啊，信中事先生竟一眼看穿，我等不到家人。我遇不到明主。哦，如此说来，我与先生倒是一对失意之人。来来来，与我同饮此酒。时不我待，该走了。先生，先生此去何方？燕国。燕国？当世之强唯我齐国，为何先生不愿效力于齐，反而弃强图弱呢？天下强弱之势难以预料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先生可有言外之意？难道我齐国之强盛竟会让燕国后来居上？待鄙人到过燕国方可说道。请教先生大名。不说了，半生一事无成，说出来实在有辱先人。走了。不，我不相信齐国绝不会沦落于燕国之下，绝不。但愿如先生所言。先生可愿与鄙人定下十年之约？哦，十年之后我请先生故地重游，以验证你我今日之言。我在此恭候。先生，十年。这启禀大王，秦赵魏韩四国使臣求见大王。帐外候诏。撤！大王，乐毅先生已等候多时了。乐毅此来之前，尚不知燕国衰弱多年之原因，今日得见大王，知道了。什么？齐王自恃齐国强大，虽然骄横，尚且讲究粗陋之礼节，以贵国之弱，大王对待前来效力之事竟然如此轻慢，燕国何以振作？乐毅先生滔滔红论我已听了多年了，听得寡人足可充任便士游说列国了，
今日先生不必说了。齐国即将伐宋，齐王要我相助，或出兵，或出粮。以你之见，该当如何呀？出兵。道理何在？以粮助齐，有去无还，只能增强齐国国力，而燕国一无所获；以兵助齐，则不然。将士虽有伤亡，但战事结束，大半将士可以回国，士卒得以磨练，又能明了齐军之战法，熟知齐境之地势，洞悉齐国之强弱。传四国使臣拜见大王。秦赵魏韩四国使臣，此乃我燕国亚卿乐毅。燕军来了，快跑啊！燕军来了，燕军来了，燕军来了！不用的东西，你快跑！不用的东西！哎呀！快跑啊！文武百官呐，怎么一个都不来见寡人？大王，他们全跑了，跑了！持军之路，临难而逃，该杀！滚！大王，领毛大王，大将处子战败于济西，四大将军战死于秦州。滚！是。太子呢？太子！太子！太子请的楚国200,000大军。好，好，楚军。现在到了何地呀？楚国援军到达济州后按兵不动，大将闹事，逼我交还淮北楚国故地。太子，太子他未敢擅自做主啊！哎呀，先答应下来呀、啊，让楚军赶快前来救急嘛！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燕军已逼近临淄城外。什么？哎呀！大王，来人！老师，老师，齐国大难临头了。老师，齐国大难临头了。老师，5年前乐毅曾来投奔齐国，可大王拒之不用，齐国之灾非一日所酿啊。老师，快走吧，我让族人来帮你。父亲不走。老师，老师，你不能不走。不要说了，
七十四载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我是不会离开林子的。若是上苍要灭绝林子，那就让我也一同灭绝吧。老师，不离开，不离开。老师，天丹，在我弟子当中，你素无大志，随遇而安，知足常乐。然你恪守本分，脚踏实地，这是你过人的长处啊，可为一看。你看，此春秋一十三篇，乃集我祖辈三代之心力，传藏至今。内载大齐国历朝之史记。古曰：“欲亡一国，必先亡其史。”如今齐国将亡，但齐国之史绝不可亡。大难当头，吾辈无挥天之力，唯有一事寄托将来。唯我子子孙孙口诵心授，心传延续，永不磨灭。天丹，老夫拜托了。老师，天丹，国事之重，系于你一身了。老师，答应我。老师，恕天丹无能，乱世之中苟全性命已是不易，老师所托，天丹不敢承受。你出去。我让老师伤心了。你是想保全父亲的性命？父亲一向是国事高于性命，今日以史相托，不过是想了结心事，身后亦无牵挂。老师，他可千万不要！我会守候在父亲身旁的。你走吧。乱世之中，人不过如蝼蚁。我想见你地下叙说吧，留作纪念。不，不，你走吧。不，你开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倘若我能活下来，我一定回来娶你，我一定回来娶你。快快让他们闪开！你们这些乱民逆子，该灭九族！给我杀！杀！田氏一族，站出来！要想活命的，砍断车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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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！
秦丹，寡人要你跟我一起走。秦丹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大王身系一国之重，请先行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，快！秦丹，秦丹。大王他走了。救我！你是谁家的孩子？站住！天丹，在。寡人要大大晋升你的官职啊！逃命也可升官吗？无礼，还不谢罪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保寡人逃命还不该升官吗？哈，等到了魏国，寡人要做的头等大事即此，啊，你们都记下来。遵命。遵命。大王要离开齐国，啊，大王万万不可离开齐国，万民无主，大王无根，如何复国呀？哎呀，先保住命，保住命才可复国嘛。大王，哎，昏王，有了你，齐国王，嘿，你还要咒齐国？你还咒齐国？你快点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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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往回走啊！启国门了，乐毅来了，启国没了，乐毅来了，乐毅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？郑大人，季前将军攻占邺地，照顾廉颇将军占据河间，元齐楚军有何动向？楚国大将军闹齿率20万大军进驻莒州不动，偏师北移，想要占据淮北楚国旧地。楚军主将闹齿向来莽撞，不足为虑。可到底是20万大军呢？百里先生。看来要想弄清楚楚王的心意，你还得去见见这位闹齿将军了。好，我去看看闹齿和齐王哪个更笨。年了，想不到如此之快，我来了，你今在何处？传令，凡进城各军，须善待齐国官民，不得侵扰民宅，不得劫掠宫室，违者按军律严处。遵命。连日来，齐国军民不战而降，不战而逃，罪在齐王无道，失去民心。首要之事，在于收拾民心呐。天晴啊，寡人当初不该离开齐国呀，不该呀。大王，回来就好。哎，好，好。小小的魏国，竟然无礼得很，居然敢驱逐寡人，此仇必报。大王，燕国大敌当前，复国大事为重啊，寡人想到了，来呀。天庆，寡人命你为我齐国的使节，前往临淄与燕军议和，让乐毅休战退兵。救国大事非同小可，田丹不胜此任。哎呀，知道，可我现在派谁去呀？寡人说行，那就行啊！哎，谁敢说不行？这大王，楚国闹齿将军到。哦，请，快请，快请。是。请。外臣奉楚王之命救援齐国，
不知代王有何封赏啊？有，有，当然有。寡人封将军为齐国的相国，即可统兵进军临淄，驱赶燕军。哈哈，外臣不敢远离代王啊。禀报将军，燕国密使下来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燕国使臣百里江拜见闹齿将军。两国交兵，应该在阵前相见呐。燕国与楚国并未交战，乐毅将军愿与闹齿将军相交，共议灭齐大事。想必将军同有此心吧。大半齐国已在乐毅将军脚下。可齐王在闹齿将军手里呀。以亡国之君有何用处？但他可助将军成就功名伟业呀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？齐王无道，天地共睹。闹齿将军若仗义诛之，为天下除暴，实乃大英雄之作为呀，理当得到半个齐国。此乃乐毅将军之意。将军三令五申，严禁掠强扰民，指令官何在？上将军，下臣奉代王之命，将齐国使简尽数运回燕国。乐毅特来拜见太史角先生。国是在我心中，你们抢不走。先生大节大义，令乐毅佩服。而今齐国大局混乱，皆势不宁，老先生能否放下名节，出面临政，以安万民之心呢？亡国之民也需安定嘛。可笑。退下。是。
老东西，多活几天。正是，老夫还不想死，还要为大齐国传下国史。走走走走走，对，走，带过来。快点，快快，快走，走，快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报复往日之仇，缔造来日之祸。燕国、齐国不都是如此吗？将军，禀报将军，齐国使臣田丹通报求见。是送降书来了吗？国书说是前来议和。齐王只剩下两座孤城，还敢提出议和？哼！田丹为何人？从未听说过。百里先生可有音讯？没有。未知楚军动向之前，我不见齐国使臣。是。季节大人，你带本将军见见这个田丹。是。哎，季节大人，要以礼相待，对吗？正是。哎，嗨，哎呀！久闻齐国祭姬之势威猛强壮，能力拔牛角，果然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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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志气的上来！齐国使臣到。哎呀！哎呀！老实点，跪下！跪下！哎，对，跪下！齐国使臣田丹求见燕国上将军乐毅。上将军忙于军务，本将军代行见礼。田丹是奉王命前来呈递国书。哪一国国书？齐国。哼，本将军只接受齐国的降书。本使只带来国书。再来一个。田丹大人，此牛今日连败贵国十二位勇士。可惜呀。再来一个。住手！老爷，老爷，
田丹大人一定好身手。哎呀！帝国不亡。